禁忌出去的是好事，迟早要走到这一步的。宁佐回来了，以后我的麻烦就要大了。我现在还糊里糊涂给他写信，我现在不能跟他好，最好他就是能搬出同府里，再也不要见到我，那样他就安全了。连丹要是真的搬出了同府里，你舍得？不舍得。那不就结了？我给你吃一个定心丸吧。如果他们要是再敢碰你跟田丹的话，一个手指头，我弄死他。这里是我麦兰捕房的管界，我现在是麦兰捕房的巡长。我还真希望他们能够再进来试试。根本就没那么简单。你完全都不了解银座的，了解他干什么？我还是回去接信吧，说不定田丹现在还没有拿到。哎，他还真去。巷口的邻居说邮差已经来过了呀，来就来过了吧。哎，宝荣叔，那你看那田小姐回来了吧？哎呀，我说徐先生，你不要一天到晚叫我宝荣叔，宝荣叔好不好啊？我只比你大几岁好不好？大几岁就叫叔，那老马比你大多了，是不是该叫爷啊？哎，我跟你说啊，你结不结婚不关我的事，但是我是要讨老婆的，好不好？不要叫叔了。徐先生。你看看这封信写给谁的？这肯定不是我的，这个我的马字不是这样写的。徐先生，以后不好叫叔的。收回这封信。也收回信中对田丹说的话，收回一世相守的盼望。徐田知道田丹会答应的，那是多好的日子，现在却要收拾心情。徐家妈妈，
徐娇妈妈。天津啊，水龙头坏了，我到五金店去买一只新的啊。我去吧。哎呦，不用不用，你回去歇歇吧，累了啊。一年滋长的种种好处，尘封起来，彻底尘封。什么时候才不用过提心吊胆的日子？到了那个时候，徐天才敢放心娶田丹为妻，才不用担心连累他。徐天就是想与他过太平日子。金哥，我跟你讲啊，我哥说了，这些货出了这个仓库，同我们就没有关系了。啊？啊？那我们是不是前后两清了？两清。好。儿子。咱这货都检查了吗？检查了，没问题。哦，对了，这隔壁是不是就是老秦的仓库？对，不过没什么值钱的货，只不过是新运过来的棉纱。秦哥给你们好处了？啊，金爷他客气。给了多少？给我线报，又给我手底下的人劳务，还给我手底下人这么多劳务，可以的。那怎么没有我的呢？哎，铁公子，你跟金爷那是兄弟，他的你的有什么区别？对吧？哎，铁公子，车来了。辛苦辛苦，二位伯爷辛苦辛苦。哎，一点小意思，喝茶喝茶。来这头，公事，奉命查私货。车上装的什么？把货单拿来。不是，我那个不说话，说不出来。车开到总捕房仓库去。对，是。哎，伯爷伯爷，我这车货我交过钱了呀。给谁交钱？金爷呀。就是你们铁巡长的大哥，金爷，我不认识。你讲什么瞎话？再说了，我这车货它不值钱，就是些棉纱。嗯，大半夜的折腾，为了一车棉纱，骗谁啊？不是不是，我们也是没办法。你看，厂子里急等着用，都是私棉，都是私棉。你看，通融一下，通融一下，好，帮帮忙，帮帮忙。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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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天哥，怎么又给放走了？车上有多少棉纱？没多少，
十箱吧，轻的可以让马车拉都可以。下个路口停一下，看有没有人跟着。怎么放的？一边一堆啊。一边一堆。中间空着。啊，对对对啊！你是不是又看出什么了？刚才那车停那么远，车上箱子怎么码的？能看得到啊？去仓库。哎。苏菲路去码头仓库，走。就不能也动动脑子？包子没动就动，还在仓库里没动。你怎么晓得呀？万一这中间货上了其他的车子呢？就是。我告诉你们，他们把棉纱包那么放着，就是为了等一下过来装这些货的时候方便。棉纱包放在外面，正好把这些货挡住。哦，我明白了。铁骨子，万一他隔天回来怎么办？这样，我再叫点兄弟过来蹲着。他们现在最怕的是货放在这里被金哥给吃掉。没事，那就装货吧。走，是三二，车掉个头。你们两个抢上趟，我去想办法把车拿过来。哎，我丢的。慢点啊。小心，小心，轻点儿！这一箱一箱都是血，快点，快点！这第几箱了？快了！来来来，动作快，动作快！阿嫂，马齐点儿，走。还有吗？来了，王哥，在。来了，最后一条啊，确定。进去看看啊，慢点啊，来来，都来吧，都来吧。巡捕，这里是铁公子，你们敢拒捕啊？
铁林，我没有收过黑钱，我跟谁也不是一伙的。知道你们也是中了别人的套，但是今天你们肯定走不了了。放下枪，我不想打死你们。别开枪！别开枪！这次我认栽，我认倒霉，这回我不要了，我不要了！请各位捕爷，放过我，放过我们兄弟，啊！铁公子，西药，紧缺物资啊！铁公子，这是老七和老八那批货吧？知道是您和金爷的朋友要，早说了，兄弟们早帮忙了。这忙帮不上。那是，谁要是敢动，廖总那边都过不了，只能是你和金爷动。哎，是不是徐先生要的那批货？谁？徐先生就是老去徐木房，他跟您私交关系特别好的。菜市场要这些货干什么？金哥跟你们约在哪儿啊？金爷说等结了货去码头西边的巷子里。车子开到这里就好了。你听谁的？不是，金爷要是来了呀，事情就不好办了。钱好收的是吧？看着车。他人在哪儿呢？你要亮点全世界都晓得。哎呦，当上巡捕了还要职业巡查呀？啊，那小队我在这里啊，货都接到了。你带大头和马干先回去吧，我让他们把车开走，新的仓库都已经做好了。提到的私货都要押到总捕房的仓库。是天哥要的那批药，知道你还这么做？做啥做啥？这么大嗓门做啥？土宝一共给了你多少钱？我再说一次吧，是天哥要的那批药。土宝出血是应该的，廖总那里也要打点，货弄出来就是了嘛。以后再也没人晓得了。你晓得，我晓得。
的，大头晓得，麻杆晓得，你身后的那班兄弟个个都晓得。你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找一个地方把东西再藏进去呢？你要的是钱，根本就不是帮兄弟。后面那么多兄弟，给我点面子好吧。我很生气，我非常生气，所以我不忍了。但是哥，我现在再好好的跟你说一次啊，这件事情答应你，答应。我还在他面前说，他为了兄弟，他肯定会把事情办好。哎，你到底是谁的兄弟啊？啊，我在帮他的忙哎，你反而在这边跟我说狠话。不光是说狠话，我还想动手呢。动手？捅我？我是你大哥，徐先生有本事，他怎么不拿钞票把货拿走啊？这是拿钞票能解决的问题吗？怎么不是？如果这件事情拿钞票就能解决，那还要你我干什么？不是用到你我了吗？我把货运出来，你再把货接走，送到我做好的仓库去藏好，不就好了吗？是吗？我看是你想利用我集资，好把人家土宝的钱吞掉吧。哥，如果人家天哥的货这一次见光了怎么办？不再怪他，好吧。你自己看着办。哥，我童旭天到底谁是你哥？你们两个都是我哥。我就是想用这批货来赚钱，怎么样？金刚，把仓库的钥匙拿来。你有本事今天就不要把车开回巡捕房去，反正货我是送出来了，我对得起徐先生了，钞票我也挣到了，对得起我自己了。拿开了。这你在我面前老三老四的吗？我打死你啊！从前在街上混的时候没打够你是吧？弟弟，杰哥，你从前的事情有意思吗？我就提了，怎么了？你什么意思？干什么？别动！喂，听到没有？哥，我算是看出来了，到底是徐天在你心中比我要重。那你怎么不跟他长枪剑戟去呀？差强协议，你答应了帮人家办事情，现在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我怎么跟人家说？你就跟他说，你把货寄到总部房的仓库去了。走，金哥。查四货一车，开到总捕房入口。什么钱的？有种你们就别上车。最近大勢の国民党の特務機関と共産党の諜報員が上海に潜入したと
バイク機関が通告しました。すでに何分間の手がかりをつかんでおり、私がその一分を引いて追い打ちをかけます。ただ、中国の諜報員を駆逐しているだけだ。それには中国人を利用するのが一番早い。あの出典を利用しますが、もし私から決めれば、彼はもう死にました。私を疑うのか。いえいえ。昨天你在向邮差要一封信啊？啊？不是啊。你听徐谦妈妈说的，说你寄了一封信，还以为邮差会给你送回来。哦。你是不是脑子糊涂了？是有点糊涂。昨天那封信蛮重要的，我怕寄丢了。一封什么信啊？寄给我那些做债券和股票朋友的信。给我吧，我去赶车。你看。嗯。怎么了？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什么地方吗？当时我在做什么事情？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四川路啊，不是朋友叫你去帮忙把我爸爸的一批药运走吗？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啊？你不用管什么东西，总之如果有人再问你，你就讲我们是在四川路碰到的，但是是你叫我去你家里跟你爸爸讲一声，你已经走了，让他放心。为什么？而且那天我也不是去帮朋友的忙，我是去天星书院听评弹。做什么我要这样讲？会有谁来问我呀？殺すとは簡単だ。しかし証拠を消すのが難しい。私が終点を生かしているのは、奴の背後にどんな組織があるか探っているだけだ。もし奴が一般人ならすぐに始末する。敵方の行動が疎開を利用するには間違いありません。捜索範囲が疎開まで広がっている。気をつけて処理しろ。もし我々は疎開と衝突が起こったらどうしましょうか。くれぐれも街中では騒ぎを起こすな。しかし警察に見つかったら素直に捕まれ。役人と話するのは簡単だからな。はい。武藤君は甲府前に暗殺された。私はどこから飛んでくるかわからないの弾には当たりたくないからな。了解。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啊？平总回来了。还有那个长谷也回来了。你别怕田丹，他们应该没有道理来找你的。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认识我爸爸？我同你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认识你爸爸，但是和你爸爸的朋友认识，而且那些人打伤了银佐，劫走了他的一批货。电车来了，先去上班吧。你同铁林动手的，是他先动的手吗？他先动手，你也不要还手。他是我兄弟，那我也是你兄弟啊。我们还是姑表亲吗？
个电信盒子，装一半进去。就装一半。再到土包家里面去，告诉他，这件事情说出去半个字，杀他全家。晓得了。另外到大三元定一桌，同徐先生说，铁林有事情找他商量。沙成光，徐先生沙成光方便就沙成光。哦。想什么呢？想徐先生了？没有。怎么了？刚刚知道一件不高兴的事。什么事儿啊？我自己的事，以后再和你讲好吗？哎，我教你织毛线吧。现在呀，钱贵哦。现在又没人，拿出来。看看，昨天徐先生给我寄的封信又收回去了。就这事儿不高兴了吧？也不是，信是寄给我的，他早晚还是会给我呀。哟，心里那么有底儿。最新電部中継方面より特務機関の連絡係が深夜に到着する。こいつは重要ではないな。しかし何度か出入りして大量の情報をやり取りしている。軍統にも厳しく潜伏者を探している。武藤の死と直接関係しているだろう。かけつ様、台車番号はもう十分確認しました。駅で逮捕の準備を手配しますか。捕まえてくれ。しかし駅では捕まえるな。泳がし誰と会うか突き止めろ。はい。じゃあ待て。こいつは大物だ。もし尾行がバレたらすぐに捕まえろ。殺すな。わかりました。听话，起来起来！说你能吃得消吗？我好了，我就是想试试能不能用上力气。哎呀，有你这么试的吗？我这不着急吗？上午说要派人来，到现在也不见人。你说句，要么早点来，要么就不来。这事悬在这儿，哎，我实在是急死了。你着急吧，我不着急。没事了，你到前面忙去吧。田丹在前面呢，我吃点花生啊，补血的。哎，我怎么看田丹打上毛线了？是，说是给徐先生织一条围巾。哎，跟我学的。Thank you.
进到房子。在街上走走，也要被抓。在街上走走不用被抓，但是刚才你在大街上骂人了，这种行为，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是要被抓的。那请问局长，现在的心情不好，糟糕，那就把我叫回去，看看能关多久。半天，还是一天？你经常会到法租界拍摄。那你最好小心，因为我会盯着你。如果你再因为什么事情落到我的手里，结果绝不会像上次那么简单。站好了，让我骂你一句。王八蛋！其实我很想留在你的手里，让你看看是什么结果。你看了没？没有，真打开了再放回去，他不就发现了？寄给你就是给你看的，你干嘛要收回去啊？可是我看他都寄成那个样子了，这法租界寄信也就这一天的功夫，一天就后悔，也太快了吧？所以，我刚才在想呀，信里面也不知道写的什么话。如果是好话，他又后悔，怕我看见不好意思；那如果是坏话，就是让我搬走，以后不再联系。哟，这谈恋爱的女人啊，想的就是多。那有人，先生配药。啊，对。配药，有药方吗？没有。没有药方，我们怎么配药啊？我要的药得到库房里慢慢找。先生，能不能说一说，大概是哪一类的药？治陈年老病的。先生，您还是说下药名吧，外人也不好去库房的呀。你在前面招呼，不要进来。啊？哦。现在跑哪儿去了？我跑到哪儿也得回来找你。快快快，楼上说话。好，长青，我在后巷看着，前面有田丹呢。哎，走。哎，田丹是谁？楼上说。好，快走。来了，天哥呢？不是说天哥也过来吗？我就请不动你了，子巴。上菜，不用了，没胃口。今天呢，就是特意来跟你说对不起的啊，要不然呢，憋在心里面，晚上也睡不着觉，两天没睡好了。我也是，两天没见他了，我见到他不知道该说什么。真的是没脸去见他。徐先生马上就来了。你现在眼睛里只有钱了是吧？要再说我就走了，以后谁也不认识谁。有意思吗？顺带手的钱不赚是傻瓜，底下的兄弟都已经打听好了，你干认真做啥？早晓得货到你手里就不放，我才懒得管这件闲事。你不管谁管啊？我管了。廖总那边要不要交代？至少五六根小黄鱼啊，不仅一级土保，再把货接下来，这笔钱到哪里去弄啊？
这笔钱我们想办法帮天哥凑不就好了吗？帮许先生出钱，你有钱吗？我没钱，你有钱呐，哥，你是混黑道的，到哪里搞不出钱来？张哥掀了丝都是你的，是，退一万步讲，徐天的事情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你明明知道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那我的事情你管不管？我没钱，你会不会为我出钱？如果我赶上要命的事情了，难道你不会为